好，翻嚟第三節嘅啤梨漫步。OK， 好啦，有網友話咧，哇，個個喺度揾錢，就唔喺度使錢。嗱，咁啊，始終有啲錢會喺度使嘅，不過就唔夠咯。譬如你話燒食嘢咁樣，你高級嗰啲其實都死噶啦。但係最大影響其實都係中級食肆啊。喂，好似我話齋，沙田馬場凍嗰啲都收埋皮。喂，幾三五百蚊個人，呢啲最平常噶嘛，可能食飯。嗱，呢啲頂唔順噶啦。OK， 好啦。屌你係咪你最慘係咩咧？你有啲人喺香港消費，佢都未必俾香港人賺咗嘅喎。好似嗱，我冇去嗰啲地方啦。好似而家咧，其實有好多啊，即係正所謂唔係晚龍或者晚鳳唔過江啊。好多女喺香港揾食嘅。哇，個個十八廿二 model 身材，屌你服務態度優良，喂，嚟自世界各地。日本、韓國、泰國呢啲熱門地方啦，歐洲嘅美加啦，咩哈薩都有，咩有嗰啲咩中亞嗰啲咩哈薩斯唔知咩斯坦啊，俄羅斯啊，烏克蘭嗰啲唔使講啦，喂，全部十八廿二，個個屌你老母閪，晶瑩通透，話要即係現瘦還肥，即係乜都諗齊，都係收你一千幾百。咁你啲馬佬，我唔翻大陸啦，我唔去。喂，你香港啲妹啊都死啦，仲 part time girlfriend 啊，做電子雞啊得，屌你老母埋下相，屌實圓碌碌嗰啲，我睇佢都幾得好，又話買樓又話成啦，係嘛？喂，屌你老母，你真係要出賣肉體，你夠人爭咩？喂，人哋咁樣千零蚊收你，陀地唔同呢啲係你屌你老母係喺冇選擇底下，你又玩不數。屌你四廿五四五十歲，一就陀地，於是乎你咪陀地誒五千啊五千八千啊八千，屌你咁撚樣，冇啦冇啦歌仔唱啦，屌你咩一千幾百，屌你老母真係跌咗好閒，包埋酒店套房，屌你老母係，喂明碼實價啊，計屌你啦嘛，以為香港使錢啊，屌你條撚樣縮下縮下孭住個背囊走上酒店，屌你老母啊，嗰一千幾百跌撚咗俾佢雞啊！咩哈薩斯坦啊？嗰只啊，俄羅斯嗰件啊，然後屌你落嚟啊！屌你老母閪！如果六十五歲、六十歲、六十五歲以上搭兩蚊車，再唔係戇撚鳩鳩，屌你老母閪！攞個八達通嘟啊！屌你老母，八個半銀錢，屌你老母閪！德國搭兩翻去西環，咁都好咧，振下啲酒店業啲房人租下。係啊！屌你老母閪！咁你話死唔死啊？啲小姐嚟到都要落茶餐廳買外賣啊嘛。係好撚難講啊！嗰啲係會係咪會咁就？死啊！真係死，我都諗唔到有咩生路行。屌你啲貨櫃碼頭，哇！屌你老母，你以為入咗鬼埠啊？屌你仲話發展機場喎？嗱，我啱啱遊完埠翻嚟，我淨係嗰條爛路兜啊，見到啲咩 sky 乜 sky 物物啊！我同我師講話，屌你老母都有得去咩？然後你仲話要再搞，我係快諗啲啊！屌你，乜錢從何來？好啦，道士驅鬼案。冇乜好講啦，呢條咁嘅張子財終身死者母親都十年喎、教唆非禮喎、嗱，我諗呢一個案入邊咧個官係比較即係審視得多啲嘅。老實講，你作為一個媽咪係嘛，你個女有輕度弱智，因為你自己嘅愚昧啊，引狼入室。喂，去到話屌你老母要揾條假狗同你個女破處，甚至乎三番四次拍打你個女，灌佢飲酒啊！你即係當然你話佢偷飲酒啊！喂，你都唔阻止啊！十年好啦，案情就話喺度唔講啦，大家都好熟噶啦呢個案情，唔好嘥我時間。其實最好笑咧，我再 recall 一段睇翻呢段新聞咧。其實咧，當中有幾個警員作證啊，都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呢一個被告張子財女，話佢外貌奇特，即係用奇特呢個字，咁大家去想像到噶啦。屌你老母，你有乜撚樣？呃撚神騙鬼！屌你有冇搞撚到？屌你有冇人死咗？嗱嗱聲報警啦，係嘛？唔撚係，仲要話問下祖師爺先知你死，你知撚事嘅。屌你摸下條頸，睇下我喺度知係咪死撚咗啦！哇，呢個慘！我唔知係遇傻佬，有冇咁多傻佬咧？其實嗱，
即係我係會懷疑咧，有冇咁熱心嘅人，定真係傻佬？話說一個姓陳嘅49歲男子，49歲啊，星期一喺新蒲崗太子住太子道東啊 ，Mickey 咁，我有時都會去下嘅，不過冇乜嘢食，即係麻麻地嗰度 ，OK。對開個巴士站等車嘅時候咧，突然間俾人推出馬路。啊！啱啱架雙層巴士嚟到，就俾架雙層巴士即係執車啦，但都撞傷佢。警方咧就16號，即係前日咧，就拘捕一個27歲嘅男子。有人話，即係呢個27歲男子咧，不滿對方即係49歲俾人推出馬路嗰、那個，篤波贏波之後態度囂張，所以犯案。好啦，消息話受害人喺桌球界頗具名氣。經常參加比賽，攞過英式桌球賽嘅亞軍，亦都曾經同四眼 Q 後吳安兒交手。咁同上四眼 Q 後吳安兒交手又唔代表咩嘅？啊，我都可以約佢，如果有機會打翻場波嘅，好嘅，係啦，輸啊嘛，不過係咪先？案發當晚，佢都係參加比賽，兼夾贏咗，不過俾車撞傷之後咧，就參加唔到餘下嘅比賽啦。好啦。記者咧尋獲相關人士了解，原來喺14號嗰晚咧，姓陳嘅事主喺新蒲崗一間桌球室入邊參加呢個2024年香港英式桌球公開賽第三站嘅64強賽事，即係贏咗入32強啦。咁啊，佢用4-2嘅局數贏咗對方。賽後咧喺太子道東俾人推出馬路。據了解，施襲男子咧，即係呢個27歲嘅男子咧，就並唔係呢個事主嘅對手。即係觀眾兩個人都唔認識。事發後，陳男亦都因傷缺席餘下賽事，未能繼續晉級。嗱，你係觀眾，睇呢個陳男同另一個女人打，係啊，你覺得呢個陳男好撚招積都好，你會唔會去到擁佢出馬路咧？可能會，你黐撚線嘅，你黐撚線嘅真係。真係黐線。如果唔係嘅，佢根本唔會咯。即係唔好搞錯啊！佢唔係篤波輸嘅喎，佢觀眾嚟啫喎。嗱，所以咧，如果唔係黐線嘅咧，一係咧，佢就係篤波輸俾佢嗰個啲 friend。但係篤波輸俾佢嗰個打波啫。咁佢自己有冇買波先？係咪先？都係打波啫。係嘛？啊！呢啲波你買幾多啊？好啦，都唔使推人出。喂，你推人出馬路好撚大鑊嘅喎。係咯，黐撚線死人嘅喎。好啦，咁啊，據講咧，呢個姓陳嘅傷者喺桌球界都有啲名嘅喎，成日參加比賽。2019年咧，即係5-6年前咧，曾經喺呢個香港英式桌球公開賽第二站入邊咧，只係輸俾前中國嘅職業球手黃雨晨，就屈居亞軍啊。咁啊，多年嚟咧都係唔同桌球室嘅常客咁講。嗱，佢被擁出馬路嘅時候咧。一架啱啱埋站準備開車嘅908C嘅雙層九巴急剎，嗱佢埋咗站準備開車，就唔係衝緊埋嚟。咁嗰條友都唔想去攞佢命，但係記住，如果係講大巴士咧，就算啱啱開車唔係好大力都，佢隨時一嘢唔覺得唔切捲入車底，都係死人㗎。啊！但係咧收掣唔及，就將佢撞到。事主頭部、面部、手受傷，好在都仍然清醒咁講。屌你！好啦，警方翻查天眼啦，咪鎖定疑犯。咁啊，16號就喺牛頭角拘捕呢一個報稱任職倉務員嘅本地男子啊。消息話，事前咧兩人身處同一間桌球室，受害人篤波獲勝之後咧，喺場邊觀看嘅疑犯不滿其態度。好撚串，屌你咁撚串！於是乎跟蹤佢同埋施襲，警方相信係個別事件，並非無差別襲擊咁講。咁我都相信係個別事件，但係咪真係純粹覺得係好撚串，定係有冇人指使咧？我覺得真要查下㗎，係嘛？哇！你話如果咁點為之？咁我咪大膽講，我咪又俾人推出馬路？點解咧？佢有幾撚串啊？贏波唔通贏撚只波嗱？贏咗波之後咁啊！屌你屎波強行啦，同阿含撚啦！屌你老母，打飛機屌你碌劈劈咁啊！佢唔會咁噶係嘛？屌你老尾係，好啦，
嗱，今日警嗱、法庭判嘅，警方喺今年七月接獲一宗車輛嚴重超速個案，經過調查之後拘捕同埋起訴個32歲嘅男子。前日、尋日啊，喺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危險駕駛同埋駕駛未獲發牌照嘅車輛罪成，被判86個鐘社會服務令，停牌6個月，同埋罰款1500蚊。咁少又係即係食品。嗱，呢條友咧離譜到咧，喺今年7月7日喺吐露港往沙田方向開到俾交通執法攝影機偵測到超速駕駛，開到200公里 ，OK， 真係黐撚線，嚴重超速啊！喂，吐露港邊個位邊喂邊個位有燈，係人都知㗎啦，你都咁樣戇鳩係嘛？好啦，我想講咩咧？我首先要講我哋琴日講過嗰單差人嗰單無牌駕駛，無牌駕駛即係無牌駕駛啊！又點解冇第三寶啊？嗱嗱答曬危險駕駛嗱。佢咧就判罰200小時服務令，嗱今日呢一個咧開到200公里160小時，佢又罰款6000蚊，今日呢個咧就1500蚊，佢又停牌一年，今日呢個開到200公里呢個咧俾人督灰呢個咧就停牌6個月。嗱如果咁睇翻咧，嗱我要撒冧同嗰個差人，原來個官阿陳廣慈咧並冇因為佢係差人而輕判佢，原來係咁樣輕。佢已經重啦，因為係差人，所以判，因為有前科四次喎。係啦，但係我想話咧，我撇開咗差人嗰單，你就咁睇呢一單，一個開到280公里，啊，駕駛一架未出牌嘅車，都係1500蚊六個月，同埋160個鐘社會服務令。我係覺得香港喺呢啲交通法例入邊咧，其實我哋講過好多次啦，冇阻力嘅，係太撚輕，所以咪成日出現咯。喂，屌你老尾！喂，老實講，超速駕駛即係我哋揸車知噶嘛？咁有陣時你係顧住分咗心或者乜嘢，你都未必一下子一下子係罪要釘撚死你。但係210公里就唔係嗰啲普通嘅事情啦。你唔係嗰啲100公里行120公里，唔係嗰類啦，係210公里。我哋之前講過，喂，甚至乎上次嗰單瘋狂駕駛嗰條友，原來之前撞死個人添，即係撞死個揸電單車嘅人。跟住而家屌你，你又繼續瘋狂駕駛，屌你撞撚死人，屌你老母，佢都係停牌唔知兩年，停牌期間又再犯事，都係又停多三兩年，同埋唔多唔知幾多年唔俾佢考牌，監都唔使坐。香港呢方面都黐線。呢一方面啲法例咧，其實咧真係好撚癲，因為呢啲其實鼓勵。嗱，呢人咪實玻璃珠人民呢啲咯，玻璃珠撞到人都唔使坐啦。喂，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咧，有啲嘢即係不能夠太嚴嘅，我認同嘅，係嘛？但係有啲真係唔得嘅喎，即係大家會好明白嘅喎。喂，你違例演奏啊，繞八都一個月啊。係啊，喂，你使乜啫？無牌演奏一個月，無牌駕駛唔使坐啊。醉駕、醉酒駕駛喎，嗱，唔好講撞唔撞到人，但係真係有醉駕。或者藥駕撞死人嘅個案嚟出現噶嘛？因為大家揸車人就知道，講真的，你瞓著咗，飲食嗰吸水，屌你飲咗酒，喂你真係反應，因為其實如果唔係咧，喂我同你講，要炒車炒到扁撚曬成架死撚咗人，都唔係容易嘅事嚟噶。因為你有自然反應，你會揼車噶嘛。你如果一個正常嘅司機，你快車啫，你唔會開撚到屌你200公里噶嘛。凡親啲咁嘅嚴重交通意外，架車惡過你嘅所謂，就係、是、有人好唔集中精神或者食咗藥。喂，呢啲根本就唔需要講嘅，一醉酒駕駛，屌你老母閪！我唔撚使講咁多，即時收監嘅啦可以。一屌你咩拒絕，屌你吹氣啊！咩拒絕交出咩嗰啲啊，直情屌你即時，屌你即時啊！即時行政命令拘留，屌你咩72小時，屌你老母！咪即刻你交個咩出嚟咯，吹波波咯，屌你24小時之內再唔咩，再唔係嘅就屌你老母閪，即時收監。我哋可以好多可以去防止噶嘛，太輕啊呢啲咁嘅法例，休息一陣。